像苏大强，其实苏大强的三个特质他都有，自私。对你评价是很高的，你是个善良好女人，你心地善良，没有心机，在我心里我永远是爱你的，真的希望为了我们能够改变一下生活的环境，我也会为你改变一切的，可以吗？你那个私聊啊，微信呢，你不改的话我不能够接受你，还有带着我的亲人呐、朋友啊，你必须改，你不改的话我难以接受。虽然我们有一点小打小闹，就是并不影响我们的爱情，我想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的。看你的表现。来，我们打开爱的记忆箱，看看他们封存了一些什么内容，请开枪。大姐先说说陆先生放的是什么呀？又是小猴的信啊，就特别喜欢写信啊。嗯，你念还是我念？你念，我普通话说的不好。亲爱的你好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真的，相信我吧，亲，回来吧，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，回来吧。来来来，您那是什么呀？谢谢你。去年嘛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武夷山旅游嘛，我当时在那个旅游区看到就是这个乡里嘛，又不贵又漂亮，我当时就想买下来，但是呢他当时说我又要弄买东西了，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拿来呢，我就想还是还给他吧，我要的呢是你真心实意的送你给我的礼物。啊，明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